你们家我就没有啊，你们家小熟，他们家比较熟。他是有去聚城再去找我们。OK OK， 那欢迎来台北。谢谢。好，拜拜拜。你们两个有要屁屁吗？屁屁屁屁 ，no 屁。那我可以先。但你是野屁。那我可以先飞奔到微风。还不赶快？